都讲翻少少开心嘢先啦，讲翻少少开心嘢先啦。张家朗咧就喺之前嘅呢、這个世界杯，法国巴黎举办嘅剑击世界杯咧，就攞咗呢个花剑系嘛？系啊，花剑嘅系男子花剑嘅金牌啊，佢真系做到世界第一啦。系嗰晚咧我就冇睇，因为太夜啊。家朗世一。加朗第一，跟住咧，我有睇少少呢个男子呢、這个花剑团体赛咧，就香港对呢个巴西啦，咁我有睇，我有睇嘅，但系我真系原来冇旁述咧，你真系唔知道做乜。吓，冇旁述嘅咩？即系你讲冇广东话旁述？唔系啊，直头系旁述都冇吓，佢就咁摆个 cam 喺度，跟住之后你进 YouTube 咧就逐条 channel 就如果你睇香港，你就揿香港啦；你系睇意大利，你咪揿意大利咯。因为太多系系啊。冇旁述，连英文旁述都冇，你真系唔知道做乜噶喎喺度。读下读下咯。所以我觉得阿 John 讲得啱啊，个剑头咧有灯咧系好好多。系咪啊？系因为你唔知道做乜嘢，你就见到笃，跟住之后两个除，跟住之后咁样除咗个头罩，跟住翻位，咁边个得分啊？但系都难搞嘅。我相信如果剑头有灯咧，对于参赛者都有另外一种影响嘅。嗯。但系，我觉得要有即系一个体育项目咧，要普及或者要多人睇咧，其实都要好顾及观众嗰个感觉啊。所以咪有旁述咯。你如果你冇旁述，你就真系唔知做乜嘢咯。咪咁咪唔普及咯。所以如果喺现场睇嘅话，你真系你一系识咯，你识玩，你真系要识，你识玩咯。即系你好似乒乓波都特登咧，将个乒乓波加大咗，等佢唔好咁快。嗯，而家梗系加大咗。系啊，而家冇咁快，即系而家由奥运开始。是加大咗，等个波咧冇咁快，等大家咧睇得清楚啲，同埋来回版多啲。你有时你都睇唔到，快到，你快到睇唔到，所以就哇，以前孔令辉有咩黄图嗰佢，哇，即你即系咯，睇到波就见到佢喐住喺度，突然间 ，yes， 跟住已经赢咗啦。我觉得另外一个有帮助嘅就系、是有譬如有个即时嘅慢动作重播咯。啊，系啊，但系你好难搞嘅就系你播得嚟咧，佢哋已经开始紧下一剑啦。系啊，佢冇理由等你播噶嘛。太紧凑啦，因为系啊，太紧凑，即系可能你睇完个慢镜，佢已经攞咗三分啦。系、啊，所以要普及都麻烦，有啲运动咧系注定唔会普及嘅，即系手气步枪嗰啲咧。你永远都唔会点样，你点样加啲娱乐性落去好啊？唔系，唯一一个你想佢加多啲娱乐性就系响啲咯。哦，慢咁咯，慢咁咯。有一个审美嘅标准嘅就系嗰个样嘅审美，我个意思。靓女先可以参加，靓女系可以参加嘅，但系你唔可以挨个钟头咯。唔系你靓，唔系靓女都唔够啊！你要贴身件衫。或者着泳衣着泳衣，咁即系男子嘅啦喎，男子都有大只仔，大只仔咯，男子大只仔咯。你冇好似中国队嗰啲，好似落街买餸嗰啲阿叔咁啦。唔系嗰啲实力啊嘛，嗰啲靠实力唔靠力。啊，咁系，但系唔好睇咯，咪系啦，所以唔好睇咯。所以有啲运动，我觉得点搞都点解啱啱嗰年奥运射箭咁好睇啊？啊都系有个俄罗斯妹，哥伦比亚，啊哥伦比亚啊嘛，系咯，都系哥女仔。所以有啲运动你真系点解咁难普及，即系大众咧系有原因嘅，真系娱乐性真系好低，纯竞技，同埋太快啊！系啊，同你游水一样咧，哦，你等成晚，你谂住睇何诗蓓就睇个一分两分钟，即系你行咗去厕所出翻嚟，哇！完咗啦！跑步啊，100米啊，系100米啊，唔系，所以佢搞好多花神咯。出场嘅时候又跳舞啊，又斩灯啊嗰啲咯。佢就特登要拖长个，系拖长件事。个件事，如果唔系，真系10秒就跑完啦。系啊，系。阿妈叫你出去饮汤，翻嚟跑完。翻嚟，都唔知闹唔闹阿妈好。咁样，咁啊，好啦，我哋要讲下一啲搞笑嘢啦，啊，例如搞笑嘢啦。话说咧，呢单新闻咧，喂、哎，一直都唔完，一直都搞唔完，仲有其实200几人啦，已经系，其实搞到今时今日都未完嘅呢单嘢，嗯，因为系仲有人系未揾晒嘅，系啊，但系
已经系周围就话呢度又有传播链，嗰度又有传播链，嗰度又有群组，仲搞到万必要去隔离添，因为佢同嗰个咩黄咏诗啊，唔系叫系黄咏诗，黄雅诗啊，啊黄啊黄雅诗系黄诗嗰个37岁少女咧，就一齐即系喺同一间食肆度食嘅。打边炉啊，嗰间啊打边炉啊，咁啊就万必都要去隔离啊，因为即系你最抵死嘅系你去到今日，你话你主人家，主人家佢接受访问嗰时佢有讲啊，有啲人真系嚟一嚟就走，我真系唔知道有几多个人嚟过啊，有啲人嚟过我都唔识佢，咁搞笑啊，唔系咁又咁又真系好难讲，唔系咁你中门大开系嘛，即系入嚟攞杯酒饮，跟住咪行咗去嘅话，咁有几期咧？嗯，系嘛？咁啊，佢都系有头有面嘅人嚟嘅。就系因为佢有头有面啊嘛，系咪先？咁你搞个咁嘅 party， 咁好啦，到最尾人又未揾到，跟住又话咩？本来又话咩？跟住又变咗咁啦，吓、啊，嗯，啊，又话门口佢阿张竹君就话，因为门口咧同会场咧就冇闭路电视，但系结果真系去恶高头望一望，最少14个镜头。其实开住嘅话系，其实一间餐厅点可能冇闭路电视啊？你玩我咩？冇可能唔装噶嘛？今时今日装个问题，即系最简单嗰样系咩？装个镜头使你几钱啫？嗯，喂，就算你铺头出面未必会有，但你去里面一定有嘅，影住个门口个位一定会有噶嘛？一定会有嘅。啊，咁样吓、啊，但系结果呢件事。去到今日，哦，不了了之咯，系几日，好似两日冇相关嘅新闻。嗯，冇啦，唔系即系呢轮呢几日就净系讲就系话咩呢个，譬如系啦，佢甚至乎系佢依家就讲到话，根本呢一间餐厅就唔符合呢个咩话 D 类食肆嘅要求啦。招待因为系啊，吓、嗯、咁、啊、究竟食环？定系警方几时会真系严正执法呢？嗯，拭目以待，我哋拭目以待啦吓、啊，我估佢就唔会噶啦。我咁唔通点啊？唔通点啊？寄张599支去俾阿洪伟文啊？生日快乐啊，洪生！附送一张生日卡咁样，咁有礼貌啊都啊都叫有礼貌，保祝你生日快乐咁样。啊，咁啊，另外就系、是、咁，因为跟住落嚟咧就冇啦，大家嗰个焦点咧就去咗就系食肆、嗯、啊，延长两个星期啊，呢、這个系啦，嗰个呢个客呢个系啊，现金堂食，另外就系花市吓，取消啲就全部都取消啦，啊，嗰啲咩娱乐场所啊，康文署嘅场所啊，咁啊。全部都是系啦，戏院、美容院、健身室全部都取消。可以，我哋冇一只波嚟啦。之前咧话要打针先可以做嘅任何嘢咧，咁啊，大家都唔使打住啦，因为大家都做唔到。但系佢系话2月4日嗰个咩疫苗护照啊？嗯，啊，系咪叫疫苗护照啊？类似啦，系啊，疫苗气泡啊，是但咧，疫苗气泡啊，就会开始执行噶咯噃。嗯，即系换言之。过咗呢个延长嗰两个星期嚟嘅之后嘅第一日咧、嗯，就开始要个咩疫苗泡泡啦。咁、嗯、啊，到时先再打啦、啊，到时先再打啦。反正即日抽都得嘅。啊，系 啊, 啊。反正如果佢真系实行嘅，咁你咪嗱嗱声跑落去楼下嘅运动场馆，咪打咗佢咯。好似买飞咁样啫嘛。系啊，打咗先吓、啊，跟住打咗先。咁如果佢继续延长嘅，咁你咪唔使打咯，系咪咁啊，因为就有个女人系咁讲嘅，嗯，香港目标一定要清零，先有好日子过。HK01 咧，我写漏讲漏咗啊，我都研究咗好耐啊，佢话系动态清零啊，屌你老母乜捻嘢叫动态清零？点解咧？唔知点解咧？呢个咧系中国咧啱啱发布嘅新嘅术语嚟嘅，咁、嗯、啊就话咧中国咧而家基本上系动态清零。点样为之动态清零咧？就系、是、一发现到有患者咧，就即刻切断佢嘅传播链，咁咧就尽量咧就减少呢个感染嘅范围。呢啲就叫动态清零啦。嗯，言下之意即系清唔到零。
所以就用。但系佢又唔可以讲自己清唔到灵，就无端端去作咗一个叫做动态清零呢、這个名词啊，即系等于优化咁样咯。吓、啊，系啦系啦，类似啦，所以都比较代富者。系啊，用词要正面。系啊，代富者即系中国就代富者冇错嘅，代富者啫。啊，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哦，讲真，辛苦啊，睇呢啲中文嘅。系，所以但系咧，我发现咧，所有而家嘅 page 咧，唔理系黄蓝咩都好咧，啊，除咗国师个 page 之外，全部都系用晒啲中国嘅用语。乜乜乜乜开打，乜乜乜乜开打，乜乜乜乜开打，打针又开打，唔知咩澳洲网球公开赛又开打，呢样又开打，嗰样开打，唔识讲展开嘅，跟啱大佬，我以事论事啫，唔识讲展开嘅，唔识讲其他嘢嘅，开幕唔得嘅，系嘛？首场比赛唔识嘅，全部唔识，全部都开打呢样开打，嗰样又开打呢度。唔理系咩嘅 page， 落实又系咁啦。而家冇咗件事啊，个个都觉得好正确啊，讲呢啲嘢啊，但系慢慢咁，你咪限制咗你嘅思考啦。吓、啊，你都系，如果系咁，大家都系用翻动态清零啦。吓、啊，动态清零咁样，动态清咁啊，咁啊，《东方日报》佢咁讲嘅，《东方日报》嘅头条佢咁讲嘅。今年啊，佢又话啦，佢又先数啦，国泰自私就害人精，肺官纵祸就爆疫情，巴士取消咩？蓝色圈嚟噶，巴士取消严禁令，百无新年嘅轮死城，哇！啲怼穿墙嚟噶，好卵劲呢一个。呢、这、一個講法咁樣，咁但係咧，你又我，但係我初初咧，我留意到呢一單新聞嘅時候咧，嗯，佢係咁嘅，高海寧，係，但係其實因為我嘅焦點去咗高海寧度，高海寧，佢呢個好笑啊，嗯，求即係話 TVB 俾甜頭留人，嗯，咁啊求自由。转攻内地就拒绝续约就冚拉脚咁样，咁应该就系讲紧啊高海宁嘅 TVB 份约就满咗，咁、啊而高海宁咧为咗自由啊，想转攻内地啊，我心谂你到今时你到今时今日呢啲人都仲未吸取到教训嘅，咁啊外国钱唔系咁容易赚嘅，中国钱系唔容易赚啊，真系系啊。要有好高嘅質素先係啊！證明祖國真係好自由啊，自由過香港。我講娛樂圈係噶，梗係啦，起碼唔使要你續約先係啦。好啦，咁但係講翻呢一個先啦。嗯，輪死城咁啊，我呢幾日你都係，就算你聽收音機揸車嘅時候聽到收音機又好，你上網睇到又好，都係話啊啲食肆又。仆街啊！点过年啊？冇钱啊！冇得做生意啊！咁样啊，即系你就会睇到啲花市话，上年已经唔见百几万，嗯，今年你又嚟，嗯，因为实在太迟公布啦嘛呢件事，系投晒先嚟公布，系啊，投晒，唔系啊，入晒货啦，系啊，依家就争，下个礼拜就系啦，嗯。下个仲有一个礼拜咋，个零礼拜啦，两个礼拜到啦吓。唔好话咩，唔系种啊，一早种好嘅，又唔关种事嘅。问题已经运咗落嚟，呢下惨啊嘛。所以咪摆晒喺度，花去咯。咁我初我都有听到佢话会唔会就话有啲唔知访问咗唔知边个，佢就话喂会唔会有冇可能俾佢哋喺货 van 度做生意？嗯。俾佢哋流动喺街嗰度做，净系可以卖花咯。咁佢嘅意思就系话咁样。结果我都唔知啊，呢啲事系咪结果都系不了了之，定系点样？其实到最后，若果譬如当即系而家就花墟又搞唔成啦。咁都有人会买花噶嘛？咁、买花去边度买？买花墟买花墟咯。啲人咪封冚佢咧，就花墟买。所以而家同行花墟咧，花墟话咗会封路啊！因为咧嗰啲。
其實咧，你我有架我屋企有架車咧，係去太子噶嘛。嗯，你我有陣時都會出太子啦。咁啊，哇！你去到太子咧，你見到你連行都冇得行，條街俾啲連吉霸曬，全部都係連吉嚟嘅啊。所以咧花墟咧又人多啦，即係其實年年都多噶啦。咁啊，今年係更加多，更多啦，本身要去花市嘅花就全部擺翻喺花墟。跟住啲人又落去花墟，就超级多人，成个太子都系人。所以若果譬如当政府，你真系要动态清零啦、啊，你要动态清零嘅话咧，你真系要加多条啊，加条防疫措施就系、是，唔俾啲卖花嘅铺头营业。哦，系啊，如果唔系你啲人真系会落晒花墟买，喂，真係好大危機嘅，其實。嗯。對於呢個疫情嚟講。係。啊。喂。危害國家安全。你真係將所有行花市會買花嘅市民逼曬落去花墟喎。嗯。嗯。所以即係每年呢我哋都會買花，屋企都會買花啦。咁、都會去花墟買花嘅。買咗未呀？唔會去買啦。唔會去買啦。寧願落去樓下百佳買好過。你 HKTV 冇買都送貨可唔可以？HKTV 摩有花，我唔知道我勾噏嘅。哦，系啊 ，HKTV 摩乜都有得卖嘅，乜都有得卖嘅。我谂除咗卖楼帽之外，应该乜可能迟啲都有嘅，系嘛？系啊，面容同你讲，面容，面容咁样啊。咁你睇下，又话冇，又话唔可能啦。嗯，都唔知道你哋想点。唉，最抵死嘅话，佢话咩？佢话又话咩可拆嗰啲胶板隔板？哦，系啊，因为咧，餐厅嗰啲隔板，因为咧，之前因为望月楼咧就话空气太过流通啦，所以咧呢个 Omicron 咧啲病毒就吹到周围，吹到周围都系啦，咁样咁啊，因为空气太过流通啦，咁啊啱啱咧最即系讲阿梁卓伟之前就讲埋袁国勇先啦，咁啊最近咧。这个酒店啊，即是寻日啊，酒店呢染疫啊嘛，有人即是中招啦，咁就因为呢这个酒店嘅空气唔流通是啊，所以染病。咁究竟流通定唔流通啊而家。之后呢咁啊跟住梁卓伟呢就话呢其实呢这个胶板呢可以拆㗎啦。点解呢因为呢这个胶板呢实际作用呢都唔大，大家心理作用大啲咁样。呢、这个就真系嚟啦，喂，整咗两年即有时啲嘢呢我都觉得就系、是。你唔好再即系你唔好一时，因为其实你对于今时今日嘅餐厅嚟讲啊，有冇嗰块板系冇捻所谓噶嘛？系，我又装咗啦。屌你妈！你而家你叫我拆啊？扑街啊！你过多一头半个月，你又要我装翻，我咪死俾你睇？冇位摆啊！你唔知摆边啊嘛？唔系都唔紧要啦，掉咯，屌你妈堆填系啊！我都相信啲食肆咧拆咗之后咧，佢个谂法都同你一样啊！即系两个月之后，你叫我整，唔好谂住摆埋边，唔好抌啦，我摆埋一边啊！连埋安装旧几水一块啊！系啊！黐线玩咩？你喺度中意就话叫你装，唔中意又叫你拆又得、啊。你头先之前又话咩先锋，人哋又整晒啲咩？空气清新机啊，抽风机咁、啊，而家你又话空气流通得滞，好心啲专家咧，即系你每出嚟讲一句说话，你自己攞本簿集底先啦、啊。你系咪真系唔记得自己讲咩咧？唔系啊，同埋你唔肯定嘅嘢，你真系唔好讲啊。系，尤其是系你专家，系啊，证明佢之前讲嘅所有建议都系鸠噏咯，都系鸠噏。相信佢而家讲嘅嘢都系鸠噏嚟嘅。最离谱系咩啊？戴两个口罩，系嗱，因为我真系好捻记得嘅、嗯，明明嗰阵时系话戴两个口罩系冇用噶嘛，系冇用噶，系啊，系冇用噶，系咯，佢叫你唔好戴，因为我嗱，你谂翻转头咧，我又觉得嗰阵时点解话你戴两个口罩冇用咧，就惊你嘥，嗯，因为嗰阵时已经唔够啊嘛，嗯，佢咪同你讲戴两个口罩冇用咯，根本戴一个两个。一啲关系都冇嘅，你嗰阵时仲话整布口罩，系布口罩，初人唔知 day one 人唔捻知边捻个讲嘅布口罩冇捻用嘅，系，跟住你又同我讲话唔系啊，我哋整捻咗一个布口罩系入边系可以觉得系有用嘅，但系只可以洗60次嘛，我记得嗰阵时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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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嘛，
嘛？但系冇再派喎、啊。我、哦、仲有一个喺屋企啊。唔系，如果真系有人用，佢已经洗过超过咗60次啦，两、啊、年都可能唔过60次啦。系啊，其实仲有剩好多货喺度。唔系，咁我应该要再派啦。嗯，你 suppose 个个都用噶嘛？水耳、啊，水耳 cap 唔需要派。可能做咗一大堆嘢，又系摆咗喺个仓度，抌捻咗啦。做乜捻嘢啊？喺度，屌你老味！跟住咧，又开始又讲，又话咩？就已经话咩？一定要打针先可以嚟紧啦。啊，即系要即系安心出行，有呢个针卡嘅显示啊嘛，咁、嗯、样、嗯、啊，咁又即系你问你睇下，你话到今日一个咁捻简单嘅，你都仲要研究嘅，原来，嗯。仲要唔系今日，唔系寻日发生，今日叫你问你喎、啊。一早讲咗咧，就你要谂几两年啦。咪咯，喂，同埋系收皮啦，点可能冇名噶？你一个安心出行嘅 app 都已经有人伪造啦。啊！你一个针卡，你同哥，你要睇个针卡嘅时候，然后你觉得嗰件事系可以冇名嘅嗰张针卡，有我的样冇我的名都得。嗯。咁你即系点咧？你即系点咧？你想你究竟呢一张嘢？你想嗰个餐厅啊？即系餐厅侍应啊？我而家门口两位系咪先生？系话请出示针卡啦。针卡吓，嗯，你又俾咗张咁嘅相我。嗱，我就觉得咁安全起见，不如你而家出翻 desktop 先。系啦，你而家揿安心出行个 app 啊。嗯，揿，嗯，系啦，右下角嗰个针卡你揿啊，嗱，我信你啦，即系你起码都要由头演示一次，你证明你唔系用假 app 唔系假相先啦，你就咁样 show 俾我睇，佢点知咧？系佢点知咧？认样，屌阿妈，你真系剪甩咗头发喎！我今晚生日，我啱啱梳咗个靓发啊！头先你认样，你认样你都戴住个口罩噶嘛？唔系，同埋认样，讲真，你就系、哦、戴口罩都未必认得好十足嘅。系噶，你戴口罩噶嘛？你点会你加样咁又咁？当然啦，陈少史可能就咁同你讲，你要咁讲，你写埋名落去都可以系假啦。咁但系你唔写名落去，你更加容易整假啊嘛。而系点？而系我最意外嘅系，你仲研究紧嘅原来。屌你老，你系仲研究紧啊！最可怕嗰样嘢系，所以我即系你仲同我讲，你想动态清零，一个咁简单嘅你都未做得到，你同我讲动态清零，你真系收皮啦！动态清零真系清唔到零嘅。哇，仲要系四月唔系四号啊？四号啊，四号疫苗泡泡咯，而家仲研究紧，研究紧，研究紧啊！咁我点啊？我不如我自己攞出实体嘅一张 A4 纸嘅针纸出去啦。啊，咁啊，系啊，冇错，冇死啊，都可能系假。咁啊，但系呢啲针纸都可以伪造嘅喎。诶，咁起码难啲啦，难啲啦，难啲啦。因为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啊，其实，好现实嘅问题啊。嗱，呢条友，我相信佢死梗啊，下一轮差佬搞鸠硬佢啊。嗯，王杰龙就系牛角个老板啦、嗯，啊，佢都话啦，做公务员唔，佢就话咧，做公务员就唔知道食肆点运作，即系就好似我头先讲，你哋陈少始，你究竟你知唔知道一个酒楼之下究竟佢每一日嘅工作做啲咩啊？诶，仲有、哦，仲有佢讲咧，系诶啲专家话咧，即系话上落巴士同地铁，唔系入地铁站，唔系咩啊，系上落地铁要嘟喎，安心出行。系我赞成啊，同埋巴士，我赞成啊，严格执行添嘛。你啊真系、啊，我相信佢哋冇搭过地铁啦，早三个佢冇搭过地铁翻工啦。啊，你早三个钟出门口啦，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就系排队，就系排队嘟嗰嚿嘢。系啊，你架车你一定唔可能两分钟一班，两分钟已经未出晒啲人啦入去。嗱，我觉得咁，一系咧，我就觉得你就应该效法下依家嘅街市，譬如屯门街市咧，嗯，佢门口咧，佢贴咗六七张到啦，吓、啊，嗰、那个 QR code 啊，啊，即系个碌柱又有，埲墙又有，入口又有，咁样即系贴咗好多张喺度，俾你都，你一系就咁样，你喺地铁站咧，你就。但唔系，屌你贴极都有限嘅，我都系觉得系噶，你因为人太多啦嘛，你系咪都要停喺度至少一秒先啦？系啊，
系啊，我当你快。咁可能之后咧就会有业界提出，仲要唔系个个都好似我哋呢啲一攞一准备定个电话攞出嚟扫即刻行嗰啲，有啲阿婆系啊，有啲阿伯，或者你一抽二楞，系 啊，一抽二楞冇手，有啲就攞个电话出嚟去嗡六，屌老年咁捻近，系啊，佢唔识阻捻住晒咁样，对嚟对去都对唔捻到，唔知点解喎。有啲就话咩个前镜头坏捻咗，佢用个后镜头去对，又咁样喺度望喺度望喺度望，好捻多呢啲噶嘛？哇！你遇着啲，你遇前面遇着几个呢啲，你唔使啊！你每招只要系每个地系啦，个前镜头坏咗。你每朝早每个地铁站出现两个啲咁嘅人就唔得你死啦。系啊，咁但系其实你但系王杰龙佢讲嘅嗰样嘢就系咩咧？就话业界真系冇能力检查针卡嘅真假。系、啊，因为你安心出行就好简单啊嘛。你见到个画面有个听都听唔到添啊，唔知你安心出行都未必知啊。知啊，其实就系大家真系讲个信字嘅啫。我见到你嗰度剔咗，咁唔通点啊？真系攞嚟俾我 check 下系真定系咪图嚟噶？屌啊，冇可能噶嘛呢件事。嗯，但系你都嗰、那个你都仲系一个动作啫，即系你咁样做咗，你都唯有当系啊。但系你增卡唔系嘛，佢入边会有好多其他嘅资料噶嘛。嗯，系。你点知个你点样去分嗰个日？我要同佢睇日子又唔通，系嘛？你增卡，你话嗰个增卡，你谂下，你除非统一去做嘅啫。然后你边年边月边日打过啲咩针？你中间争一两个英文字，我唔知道有冇可能出现啊呢一件事。嗯，咁点搞咧？我又当你真好定当你假好啊？嗯，一定好多，一定好多好多好多麻烦嘢出现嘅。所以咧，我觉得咧迟早嘅、我觉得业界咧，我唔知咩业界啦，屌你，我求其噏啦。一讲到业界两个字就好似好劲咁样啊。系，我觉得业界咧就会开始行内人啦。系啊，行内人咧应该就会有人提出噶啦，干脆每人。都是用电话追踪啦、追踪你的行踪啊。嗯。叫香港所有的那个网络供应商、提供晒所有人电话的 IP。嗯。咁以后安心出行都唔使啦。啊好啊。佢就俾张同佢就冇啊佢譬如佢叫香港电信俾张同意书你签咋嘛。嗯。唔同意就犯法。嗯。或者唔同意唔好用电话咯。係啊我唔係啦你唔用电话我冇你付啦。嗯，唔用电话嘅，可能佢就要从此，可能就要去，佢会送旧嗰个俾你咯，即系嗰个最终嗰条带咧，嗰只表啊，嗰只表咯，师傅送嗰旧嘢俾你，逢得出街就要带住佢咁咯。嗯，可能系咁啊，系啊，唔知你点搞啫？你整色整水，谂埋啲无谓嘢，成日都真系好捻恐怖。嗯，